在中国，十个小姑娘里面有十一个都喜欢 LV。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国产包完全不比 LV 差，用的皮料是意大利进口的头层牛皮，缝线手法是跟爱马仕相同的，连五金都是跟大品牌一个厂家的。相反 ，LV 只是用合成皮做出来的流水线产品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价格还不及它的十分之一。这么实在的国产手工包，竟不如 LV 的一个标吗？